烛光引路，探过敬心步履间，正因找不出了路，令我仔细去参四方八面，二次围墙下望方向，都未能分辨到那一方借地域灯光不足，闯关要小心行。哎呀，忽然惊遇这障碍，我要三思然后行。解谜需要实验来，待我跨越无惧怕啊。怎样过先是呢？休啦，唉，第二关困难，镜子伏蝶林，惊心步履飞快，烛光引路前行，情况中恶梦似是也是真实，可难忍啊！此刻啊，令我悲痛，委屈是俗，又再是良下。且住，惊而过了第二关，烛光引路，无忌惮啊！
第三關，突然又似見紅外線，委屈我又來思量，情況仍要小心，岂可纵坐机关，冲出恩怨恨。經已忘記，怕已經過了吧。第三關，不需懼怕風雨霜，委屈身已重任。走吧。